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个第一波的感染高峰，然后大家都那个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意愿都比较强了。前几天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路上车啊，什么人都很少。今天明显人多了，觉得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感觉非常的开心嘛，因为公司所有人都到位了嘛，到岗到位了。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呀，这个工作啊，都希望越来越好。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正常的生活，正常购物，然后正常去玩。希望比2022年过得更好吧。出行更方便一点。我以前是坐公交，然后再去到麦高桥换乘地铁，非常非常方便。就是以前要倒好几个车的地方，现在就是一站就能到达。现在就是在家门口随时能坐到，出行起来然后就很顺畅。今天的客流跟前面的一周相比，客流量有明显的提升，然后主要体现在换乘客流的方面。这一周下来，我们的运行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平稳的，因为前期我们7号线开通也做了足够充分的准备。2023年还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更愉悦的心情，然后同时我也希望2023年可以在我车站看到更多的市民朋友们过来坐7号线，过来坐地铁，希望在车站可以看到更多的笑脸，然后也希望说有更多外地的朋友可以来南京乘坐南京地铁，来感受我们金陵古都的魅力。